哎呀，现在气温是零下27度，想想现在是白天，大概11点多这个样子，现在非常非常冷啊。让你们看一下这个北方打篮球，冬天打篮球是什么样子。这个球是出来之前已经打满气的球，然后现在已经冻的是比较难拍起来了，已经梆梆硬，上面已经还有雪这个样子。虽然说是零下20多度的气温，但是运动一会儿的话，你会感觉整体会没有刚才那么冷了，会感觉全身会感觉会热起来。像北方的话，在冬天室外打篮球的话，也是蛮正常的一件事情。因为像我们小学了、初中、高中，基本上都是在体育课，基本都是在户外，就是跑跑步啦、踢足球啦，甚至打篮球这个样子。冬天打篮球唯一不方便的就是球会冻得很硬，然后场地也比较滑，就是比较容易摔倒。